射门是棍网球入面非常重要的一环，除了准绳之外，力量都是非常重要，因为射得越快，龙门就更加难防守到你。冇速度，冇力量，唔紧要，凭住灵巧嘅步伐同个人能力，一样可以过晒啲防守。以为打棍网球靠身形就得啊，要爆开对手，移动速度先是重点。识得变速转向，自然可以越过防守，轻松射波。讲就梗系容易啦，但系喺真正嘅比赛场地上，又点会咁容易俾你射入龙门啊？喺比赛上，守门员会喺一个三米乘三米嘅 crease 范围里面，除咗可以用身体任何部分守龙门之外，佢哋嘅龙门棍仲大好多添噶。而每次防守成功后，守门员只可以留喺龙门范围内持球十秒。攻击球员如果在射门过程中踏入了龙门范围，是会被判入球无效犯规。刚才讲完力量、速度和技术，其实还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对着体型庞大的龙门，有时候单刀都未必射得入的。在那些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就是演技了。你有的吗？那我们来考验一下我们的龙门 Sally 啦。练习完啦，而家系时间到咗，我哋第一个挑战，排喺呢条线。好。咁呢个 challenge 咧 ，challenge 你哋嘅超远距离射门。咁咧，你哋就要喺呢度将个波直接抌入去嗰边嗰个龙门前面嗰个桶度。OK， 好啦。好。开始。太远啦。喂，加油，Sally！系我表演啦。咁头先嘅挑战咧，你哋全部都系失败噶。我都讲失败者是有惩罚的，咁惩罚就是做100下掌上压，正啊！OK， 但系惩罚咧，我哋做到最后先再讲啦，因为而家系时候做我哋第二个挑战啦。咁咧，首先将个额头对住个 stick head 转十个圈，继续加油啊 ，Daddy！ 好专业，八九
濕，跟住你起個框婆，跟住咧就要石，咁樣啦，十、九、八。玩咗咁多唔同嘅 technique， 同埋挑战咗唔同难度嘅游戏。咁如果有兴趣了解多啲关于 lacrosse 嘅话，咁就快啲 visit 我哋呢度嘅 website 啦。同埋提提大家，我哋成人棍网球初级班同埋 little league lacrosse 啱啱开始咗报名啦，到时见。喂，我都未话开始。Chase lacrosse。